那要个货了，拉少。哎，大家好，哎，今天我们来泾阳办事儿啊。哎，本地的朋友推荐了一家炒葫芦头，去尝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走走。人多呀，不如猪。妈的，葫芦头，我擀饼是另外点的。人均五十。原来是一道菜，夹馍。货还是挺多的。我。那要个货了，辣子少。哎，好香啊！葫芦头夹馍，外扣，其实就是青椒炒肥肠，青椒爆肥肠。嗯，嗯，没人，不是老脂肪，非常非常非常软糯，这里面油脂特别香，香。嗯，你就摸摸电视好，摸。啊，卤猪蹄是凉的。嗯，不是很塌，但也不是很硬，那种卤香味是有的。这就是咱们小时候买的那个一袋装的，过年买的一袋装开开大手菜，一模一样的味道。这是一个也不便宜吧？喝酒不错，36一个，不难吃吧？这还是夹馍，还是夹馍，油太大了这。哦，哦哦那咱这夹的相当攒劲。哇！哦，螺丝汤，哎，我这个是麻辣的，麻辣版，胡椒味，酸酸辣辣。之前的吃之后，咋样吃着？四个人点了一半都不到。你要小县能吃饭，第一就是给的到位，没错，味道到位，嗯，实惠，没错。没错，你在这种地方吃饭，可能在城里可能很难找到这种味道。没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太香了。朵朵神如这个县城，寻找深偷一下，深偷深偷一下。我觉得好的味道一定是在小的地方，跟我们传统葫芦头不是一回事啊，朋友们，切记进来不要一人点一份葫芦头，喜欢来打包回回。